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物流的部分，因为刚刚我们在网拍都有看到好几种在物流的方法，对不对？那但是有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什么？物流，像我们之前一根筋有听过吗？来吧，一根筋不敢问，一根筋只有是奶油酥饼嘛，那这是煮奶油啊，好，那。他们因为我们以前在帮规划网站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东西，你如果去买油酥饼，用常温的可以不用，但是你要蛋糕，蛋圆，哎呀，你要这样呢，它属于被套中里面，因为你要冷藏或冷冻，所以他们的产品现在就会就是说要区分，你看这里有没有，有常温的，有冷冻的，有冷藏的，这小盒子，常温的。就直接用货运就可以送，他们跟那个大王配合，所以那种货运就行。好，那但是呢，你如果用那个就不一样，那我去他们网站里可以看一下哈。我顺便问一下大家，请问蛋糕可以送吗？好。你最近没有看到新闻吗？啊？请问蛋糕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卖，但是能不能送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像比如明月蛋糕好了，你如果是那种蜂蜜蛋糕，哎呀你，太过分了，但是六奶油就有可能遇到，到你手上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所以说你如果是那个有奶油类的啊，像我那个大女儿，那满月的时候我们就给她订了一个那个，有奶油的，那她就不送了，她说你要自己亲自送啊，好，她送到你家可以啊，好，就是她送到就是从那个蛋糕店送到你家可以，可是你要。送的比较多的那个一般的话就不接受，因为那个有奶油，但就是会有那个哈、哦。好，那你看这里哈、哦，它的这里面益生菌的啊、哦。好，你看它有它一般薯饼系列哈、哦，或者是这个汉饼哈、哦，我们讲汉饼，这个是一般的，所以用一般搭配就可以了。这个没有问题。好，所以如果要加进去，都那华硕点了那个他们的老板们就他们都在大说，他说：“哎，我看到这个就有了，就是在加入这个功能，也蛮好玩的哈。”OK， 那我们把它加进来，你看到这边。这样子没有问题，我先随便订购哈。没有送出就好。好，那么设计一个，那么我们来买那个，买那个有，它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叫道法师哈，道法师的话就是冷冻冷藏的。好，进来不一样哈。我这块的那个不适合哈，这种就不适合用一般的白配。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哈，你看到塔斯进去，哦，跟满洞点蛋糕这个新的哈，好，我也加一个。好，那么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不同的哈，你看哦，这个运费的话哈，来，有没有那个常温的一百块五块，冷冻的可能160，不一样哦，不一样。另外呢，我们做一个网站哈，在这个叫宜朗，我想看看哪，直接从我网站给我走过来好了，有时候忘记了。在莲田，
人选马吉，马吉马尊呢？马吉一点冷冷糖也买，但是有分冷冻跟冷藏，好、哦，所以你看这个，就直接进来，我就直接进到电商购物里面的这个了。好，这个是一般冷藏的，然后呢，下面还有那种需要什么？需要做冷冻的，冷冻也不一样。好，我们就直接往下看看这边就知道了。好，你看哦，哈，在这边。好，三个人，你看，一般冷藏150。冷冻是200，有港号，所以因为这个是算体积的，也是算重量的，所以你的东西如果是不太适合，就是用一般常温的，你要冷冻冷藏，那么你的盒子要特别注意，在设计的时候可不可以装进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标准的那个箱子里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你也要去，因为。超过一个就算两个运费，好、哦，这个是差很多哈、哦。那就是像这样，这样大概了解吧。好、哦，所以你的东西，假设你要卖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东西的尺寸，好、哦，尺寸 OK 不 OK？ 那么如果是数位的，这个应该就还好了。好、哦，数位的大部分都是透过你直接下载，或者说公司没有寄给你，好、哦，大部分在或甚至就是直接线上就行。好、哦，好，那我们往下看。至于付款的部分应该还好，好，不过有些人他并不信任就是这个信用卡，对不对？所以现在主要两种方法，两种方法，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用所谓的第三方支付系统，现在雅虎啊这些他们都有，就是说钱他先帮你收，等到你的那个什么没有问题，双方交易没问题之后，他才就有雅虎和徐某才会把那个钱拨到你的户口，这样了解吧？好，如果你觉得这样不 OK 的话，好，你可以像这样子去做。那当然，现在很多人他是用什么网络 APP， 所以有没有用过这一种？不然很容易卡被丢啊，当然被丢啊，他密码号来看那些。当然，现在他这个哈有之前有过漏洞，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样插卡进去有没有？它因为你要再按密码嘛，所以这样会有漏洞。所以你要比较安全一点的，它现在有新的一种，就是下面直接有那个数字键，帮你打密码。有时候你密码在这边打，而不是在屏幕上打，这样了解。那事实上，我想我直接用一个广告给各位看，你就会比较清楚。好，在这边，因为你刚才对有几个广告了。好、啊，我这样直接插你们，可能看不到。所以你要知道用这个有什么机制，有没有？这叫动态键盘，就是你要交易要确认的时候，卡片要打出来，就插进去一次，确认，这样了解吧？所以所有的那个都一样啊，好，所有都一样。但是就是你会发现网络上的这个这一块的话，比较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所谓麻烦就是他做身份确认，因为这个你知道为什么要动态键盘？有没有那个有没有既往他经过那个键盘测入程序？你怕密码或者啥？你怕啥？对吧？那为什么要做抽码卡？因为有些人知道你的密码，那你如果说他就直接登录是就可以用的，就要抽码卡。确认说卡片是在你的手上，看到没？哎，所以说这个是那些机制啊，那他们这样会限制说你在多少秒之内要输入啊，不是说开着就拿起一直用，他会在比如说一分钟或三十秒内，如果没做完就先 close 掉，因为以防万一有人对收进来，所以他都会提醒你说啊，你去的卡片要拿出来，哎，会像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是那个。你在金流的部分哈，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金流是叫做货到付款，平常通常大部分店家比较没有提供这个，
你想想想因为好啊不让叫你马上要复习了还有顺序哦可是没有人勾对不对那像游戏好像会两次还三次嘛好就是确定都没有人那就是退回去所以通常来讲很多是不想提供或者第一次不提供扩大付款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有就是损失好这样大概了解 OK 好那其他的可能付款方式应该就比较少也许有些你可以选择到超商然后因为你家超商比较近你可以到那边付款好这是网络上的这种金额的部分那么至于后面这一个我就先稍微跳过好商业模式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还有比较除了说我们一般常见的这个C2C 的事实上现在还有有没有看过这个叫做团购啊有吧哎，团购力量大呢好团购的事实上也不少啊也不少啊所以你可以看看像这个我们在国内台湾就有一个叫Groupon胖的好这个不过说真的我相信说我觉得都是类似性嘛我是觉得蛮讨厌的啦以我来讲啊因为他每天都至少发一到两封啊告诉你有什么新的消息好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太多了好有点太多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哎也有团购的那么所以你不见得要跑网上你可以参加团购啊就是见得到厂商之一那他就会帮你做一些促销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有呢现在还有一种叫推购推购什么叫推购有点类似像以前的你不能这样讲像以前就是说他至少推购就是你跟厨子再来买也就是我们现在是买了再付钱嘛那他呢不是是你先留存一万块五千块好然后呢我再给你商品目录给你去看那你就从你要买的时候就从里面扣算很有这样子的不过那个通常就是比较高档的好比较高档像我这边有找到这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卖珠宝的就是卖珠宝的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等于说你只有你有够资格的才能去买不够资格人还是垮的当然是垮最近你别人看好小孩都代收这个代换费太辛苦了他不然后来看好你啊他们关心不对不对就麻烦了我哎所以只有这样子的那再来就是有几个我们一开始就跟各位讲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我不是没地方卖东西对我可以做标上的哎所以你看这个名称也取得不错的御饭团是吧哎但是你注意到那个网址它在哪里学校的有没有发现是 EDU 的因为这是在新家是吧新大标上所以你在上面看到比较多就是他们学校的好那就是我看到你的你看到我的喜欢这本家那至于说网站就没有牵涉到这个精神的交易而是说 你们自己要确认好这东西怎么样交换就好了就是像这样子所以也蛮好的那妈妈先把这个当没问题了这很明显的它主旨就是在妈妈的好就那个婴幼儿的那么还有一个植物衣物它的网址也取得不错啊衣物衣物很好记啊是吧这个好那所以呢像这些网站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好你可以参考参考不过这些网站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诈骗都很逊因为他们都想说啊我得被交换你啊我现在是你的我所以如果说了其实你要比较好成交的一定还是要诈骗还是要处理好效果才会比较好好所以你可以看看呢像这样子等等像这样子那他你如果进来我们如果在这边交换的它这有白板的哈以前是单品就有交换好比如说你看笔记型电脑第二款照片哦现在运营很稳啊所以卖价会比较差一点虽然说它不是真正卖好就是交换但是可以的话你弄得比较好别人比较愿意跟你交换的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万一你找不到你要的怎么办他还有个地方就许愿池愿来许愿齁对吧你可以来这边许愿他这里有一个叫许愿池
你看不到你尿的，你就要这个哦，我准备要下，他靠南无宝来，我给你搞啊。所以这也是不一样的往来方式，对不对哈？所以也很不一样。那这个是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最后的话呢，因为时间真的有点超过哈，最后呢，我们有一些部分没讲到的，我就再找一个给你看一下，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叫做，如果你只是单纯，我把不认你家，我把不会碰上，你把被套工作加贵点，免费的行销工具哈。这个有没有一个叫做，这个是 TCM 的皮皮皮，它叫做分类广告网，这叫你们68页，68页讲义上的68页上。所以如果你单纯只是要做广告的，你可以来这边，它目前至少是免费的，就是只有做广告而已，所以至少都要靠分类广告对来加。所以也蛮特别的啦，就是看跟免费广告有没有，就是有广告的。好，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最后呢，就祝福大家啦。好，希望大家以后都有机会在网络上开拓自己的天空。好，谢谢大家，谢谢。